会使记着咱时阵。我毋知到底是安怎，但是可能甲你台湾讲个共款，长期个迄种个，那种有力出袂出来迄种感觉，所以咱时阵。但是尾仔阮知影时阵，阮原本哩人，大家拢足歹势。感觉记者讲实，记者伫阮个心目中是一个足有力个一支笔，啊伊无做，我感觉。但是迄阵仔原本，你若了解苗栗县个刘正宏即个县长，你就知影伊个胆有够大。但是我若知影伊写袂出来，足侪代志。但是写袂出来，记者歹写个时阵，啥物都发袂出来。所以我足感恩晚报今仔日会当看，就是遮记者，遮大家甲阮斗目睭。其实到尾我了解，抗争这条路讲起讲，我常伫讲，这若毋是抗争，这本来就是阮个物件。是安怎？若到这个到政府个眼中，拢是抗争。我讲，这是我保护我家己个物件，哪会做抗争？是你政府袂建设个嘛？但是迄阵仔阮来遮个时阵，加在足侪记者、媒体，甲头拄仔咱何总天讲，确实爱足侪人个安走下手嘛。你较有法度曝光。啊，但是迄阵仔我常伫讲者讲，晚报若足好钱，就是每一届因讲讲，你要开记者会，你就是爱有记者，有啥物件通去看，有通看。哦，转个就是爱安尼。所以阮每一届拢开记者会，拢准备足侪物件。老蒋讲了，土地未清散，未啥，啊，阮就准备。但是我伊感恩就是讲，即个记者。伊来甲咱教，所以我感觉今仔日每一个抗争要成功，确实背后拢爱足侪有经验的人，不管是环保，不管是一挂教授、一挂学生啊、一挂社会人士来斗下手。其实用这个案甲阮同款，敢那我四月十六补会嘛，但是伊阮十时间的十啦。十二。吼、哦，十二啊，因十二啊。其实，迄阵仔，大家补会拢感觉足奇怪。其实，原本会补会，也大家感觉足奇怪，因为迄阵仔，大家90%-90%拢讲会成。所以我伊会感觉，今仔日大家站出来，今仔日伫遮站出来，恁拢是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关心台湾的未来，甲关心台湾的环境的人。所以我听伊讲，会当实在大家是因为咱的资源拢共款，所以我会当实在支持这，会当实在，然后说实在恁大家，我遐人听伊讲，咱一个庄脚人会当实在遮侪人，这是一个福气。所以我感觉朱世贞伊个努力，其实大家拢看会到。伊迄本册，讲实话，我有翻一寡个，我无看足详细。我买足久啊，毋过我一工看几页。但是我会感觉着讲，一个记者要写即种物件出来，若是爱足大个勇气，因为即种毋是啥物啥物讲讲，我着讲啥物讲，即环保带我着，啊有人会想要看。但是我感觉即本册有需要咱大家来甲传个。不管咱的未来，其实台湾未来虽然讲用人按保护会了，对，但是台湾每一个角落即摆也是还阁有足侪发生即个代志。但是这本册伊会当鼓励咱大家相信正义，相信公理，所以咱拢有希望。但是咱若真讲，伊这本册我感觉它可以，予咱足侪鼓励甲个款个，咱毋免惊，只要咱感觉正当个，咱感觉对这个土地、对这个未来拢有帮助，咱拢爱，大家拢爱有信心。其实，陈嘉华老师，我感觉伊足勇敢的。我实习伊，也是因为伊儿童先生实习了，所以我了解，其实台湾这个土地，咱拢大家拢有需要来斗下手。其实我定来台北，也是足感谢大家甲咱斗下手。啊，但是我希望《朱世贞》这本册会当搁较侪人看，咱会当搁较介绍大家看，予大家了解讲，这个土地。台湾这个环境，拢是咱大家的，就是安尼。朱世贞加油！那温宝的故事有没有写出啊？好像应该也把它记录下了。你改一下几本册哈，应该是欠好久。我告一下几本册，一定写到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现场啊，还来自这个挺淑娟的。